那我们继续啊。那讲完了我们接入层的交换机产品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思科主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汇聚层产品。那思科主推的汇聚层产品呢，它是以四系列为开头的，最早时代呢是4000，然后到后来升级到4500，当然4500后来也包括像4500E 版本、4500E，然后4500X。那这一块呢，时间仓促，我没有准备比较好的幻灯片啊，包括刚刚那个35，其实写的就不是特别好。那从思科找了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产品手册，然后这个产品手册我看了一下，写的确实是不错，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它去讲了。现在的思科的四五系列，思科划分成两块，一块是4500-X。一个是4500E 系列，那么4500X 是除了2960S、除了3560X、除了3750X 以外，最后一款固化接口交换机了。固化接口交换机了，再往上4500E，然后到65，这些汇聚层跟我们的核心层设备。全部都是线卡，LAN card 这种模块化式的接，通过 slot 插槽来去决定我的接口数目的这样的一些模块化式的机框交换机。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4500X，这是思科中文网站所提供的4500X 的一个 data sheet，OK，一个数据手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OK，这个字体看得清吧？4500X 这一代思科系列的交换机呢，它比35系列升级在第一，它支持了一对多和多对一的虚拟网络，也就是说，它开始支持网络虚拟化了。早期的时候，像4500，像4000。VSS 技术，这个虚拟交换系统，对吧？在我们的这个高可用性当中，专题课当中讲过这个技术，都是不支持的，只有65系列交换机才可以。而到了新一代的4500X 45系列平台开始支持 VSS 这种多虚一，然后以及 EVN 这种一虚多这种网络虚拟化技术了。OK，这是四五系列的最大的一个卖点，相对于三五来讲，是相对于三七来讲。OK，那除了这样的一个虚拟化技术以外，我们具体来看一下4500X，相对于4500E 以外，它自己的一个特性。首先，4500X 它的交换容量800个 G。OK，要跟3750跟3560去比的话，160个 G 已经足足提升了有5倍。OK，如果你再用这种 VSS 进行多虚一这样的一个虚拟化技术的话，它可以达到2个800 G 的背板带宽，达到1.6个 T，达到1.6个 T。这也正是因为四五可以放在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层最主要的原因，对吧？它肯定不会放在接入层啊，这样的话大材小用了。而且呢，它有模块化的上行链路和万兆位以太网和千兆位以太网自动检测，也就是说，它的 Uplink Fast 支持万兆，支持千兆自适应。OK，冗余性多达。5个冗余的热插拔风扇，5个风扇做冗余，交流到直流，直流到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供电冗余，支持 flexible net flow，8个线速的双向 span R span，通过 iOS 叉 E 软件，还记得这个软件吧？你说 iOS 叉 E 对吧？它有
这样的一个细分。通过这个软件呢，可以提供托管的第三方应用，并且支持思科新一代的这个 TrustSec 信任安全以及 COPP 控制平面策略，可以做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服务，拒绝攻击服务。另外一点，你会看到4500X 系列的产品全部都是EU 设备，全部都是 EU 设备。那4500除了 X 以外，像4500E 系列就不再拥有 EU 设备了。OK，全部都是我们的 TRUST，全部都是我们的机框式设备，占地面积会很大。那4500X 呢，它之所以设计成 EU，主要是为了跟4500E 以示区分。什么区分呢？在很多情况下，例如我们的配电间，例如我们的一些小型机房，在部署4500E 的时候，可能由于空间的限制，没有办法去部署，对吧？地方不够。那这个时候，思科建议采购4500X 系列。三五性能不够，4500E 呢空间不够，4500X 是4500E 和3750、356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过渡的 ERU 产品。OK，那当然，像这种 SFP，对吧？小型封装热插拔这种接口，万兆以太网、千兆以太网，当然都可以用，对吧？SFP 在我们的3.5跟3.7系列交换机上都已经有了。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来看4500X 主要的产品这一款，具有可选上行链路模块插槽的32×10GB 以太网端口交换机，这是32×10G。OK，32个口，这个16×G，正好少一半了，对吧？16×10G，两款。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可选的模块的插槽，我们的这个 slot，可以增加模块，做我们的 uplink，做我们的上行链路。OK，这是一个8×10的以太网端口的上行链路模块，那个 uplink，8个接口的。然后不管是32端口的4500X，还是16端口的4500X，都有两种散热方式，一种叫做自前向后风扇气流，一种是自后向前。其中自前向后的气流交换机是深红色的风扇，对啊，深红色，而自后向前呢是蓝色的风啊，这儿自后向前的风扇是蓝色的标识，蓝色风扇。看到啊，还是非常炫目的。上面自前向后是气流，OK，风扇全部都是红色的，自后向前是气流，供电呢全部都是上面红色，下面就是蓝色的。另外两个电源做冗余，对吧？然后一二三四五五个风扇做冗余，画的还是非常漂亮的，冗余的风扇和冗余的电源，OK。那接下来，思科所列出来的4500X 系列交换机的亮点，第一，每个端口提供无阻塞的 10GB 以太网带宽，什么意思？限速，依然是所谓的限速转发，达到 10GB 的限速转发。OK，而且支持思科 iOS 的 Flexible NetFlow 支持技术，并且下面列出来了。800G 的一个交换容量，250兆每秒包每秒的吞吐量，外部的 USB 接口，外部的 SD 卡支持，看到支持 SD 卡，提供灵活的存储选项，
然后十兆、百兆、千兆 RJ45 自适应到控制台管理端口，就是那个 OB， 对吧？3750都有了，45系列没有理由不有。IPv6 当然硬件转发，不可能是基于 CPU 的软件转发了。IPv6 网络呢，提供有线网络的速率转发，支持双堆栈 DUAL-IPv4-IPv6 V4V6 双栈转发支持。 OK， 然后可扩展路由支持 IPv4 IPv6 的组播，支持二层表像 MAC 地址表，支持 ACL，支持 QS， 每个端口可以支持八个队列，每个端口全面的安全功能，全面的安全策略，和这个分布层交换机所应该具有的功能一个不缺。继续往后看，思科列出来的 4500X 的一些其他的卖点。基础架构，基础架构呢，基于 iOS XE 软件。模块化的开放式应用平台，看到所谓的 SDN Open Flow， 对吧？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网络，实现无边界网络的虚拟化。到四五这一代，思科已经开始强调这三个字了。三五跟三七还没有着重的强调虚拟化这个概念，到四五这一代呢，思科开始强调虚拟化了。OK， 然后4500X。这个卖点是原来一直没有的，开始支持原来只有六五才能够去使用的思科的这个私有技术 VSS。VSS 好处不多说了 ，VSS 专题课时候说过，冗余组件、状态切换、无中断转发、服务无间断升级、最高的恢复能力。目前在我们的分布层跟我们的核心层当中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交换机的冗余恢复能力，支持三层网络的多 VRF 区分，实现网络虚拟化，支持 EEM， 支持思科的 Smart Call Home 这个在线的这样一个升级的功能，支持自动化 QoS， 支持自动化的 Smart Port。 OK， 快速配置、诊断、报告，这些快速收敛，这些无故障恢复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思科这些年一直在推的这个所谓的无边界网络 ，OK， 这些无边界网络。另外呢，在每一代产品上，思科都在强调的对于用户的这个投资保护，降低所拥有的总成本。为用户省钱嘛，对吧 ？OK， 这块没什么过多可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参数表格吧。32x10G、16x10G 两款，自前向后的气流，自后向前的气流也一样。OK， 然后可选模块8x10的记忆的这样的一个。uplink fast， 这个不是 uplink fast， 这个 uplink 上连连路啊，现在只有这一款，就是8x8个口乘10G 的，没有别的。管理端口呢，1000 base T 的 ，USB 端口两个 ，A 型，哎，它没有 B 型吗 ？OK， 以表格为准吧，可能我记错了，它的 USB 端口只有 A 型，做存储，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个 mini USB 做 console 做调试了啊。然后高达4G， 双电源冗余，5个风扇做冗余。吞吐量，系统吞吐800G， IPv4 250兆， IPv6 125兆，看到 IPv6 依然是 IPv4 的一半。这么多年来我们硬件层面上对 IPv6 数据报文的一个转发就始终卡在了 IPv4 报文转发速率的一半，始终上不去。OK，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然后二层桥接转发速率跟 IPv4 的转发效率是一样的，250兆包每秒。多媒体的这个 MAC 55K，
就是55000条，转发条目32×10GB 端口 IPv4 可以支持 256K， 就是25万条， IPv6 12万条，然后16个10G 端口的 IPv4 路由条目64000条， IPv6 的32000条， Flexible 的 NetFlow 条目12万条，然后我们的 SPAN RSPAN 8个双向，支持8个双向， VLAN 4094个， SVI 4094个， IGMP 组播组32000个，组播路由32口的 IPv4 组播路由32000个， IPv6 32000个，16个口的 IPv6 的组播路由IPv4 的组播路由24000个， IPv6 的组播路由12000个。 OK， DHCP snooping 12000个， ARP 表象47000条，生成数10例，最多10000个10例，然后我们的巨型帧的支持跟3750一样，达到了9216字节，大型巨人帧，就是或者说叫超巨型帧 VSS 现在已经可以支持了。 OK， 最新一代的 4500X 已经可以支持了。板载内存用的是 DDR2 代内存，看到跟我们台式机的那个早期的 DDR2 代内存差不多，基本没什么区别，4个 G。 然后我们的 buffer 缓冲区32兆， CPU 呢双核 CPU， 开始使用双核 CPU， 1.5立刻兹， NVRAM 2个 G， SD 卡支持2个 G 的， QS 8个队列， CPU 数目CPU 队列数目最多64个队列， QS 共享与 ACL 共享12万。速率限制，入站端口 VLAN 以及出口或者三层端口，速率限制类型 CIR PIR 2种，学过 QS 的应该很清楚啊，这里就不强调了。然后我们的这个速率限制级别我们的这个聚合流量速率限制的一个策略器 16K， 我们的速率限制方法支持在分类标准当中做管制，做管制。 QS 策略实施可以基于 per port， 可以基于 per VLAN， 或者可以基于每端口或每 VLAN， 或者每端口每 VLAN， 基于每端口的，或者基于每 VLAN 的，或者是端口跟 VLAN 一起做的。然后 COS 支持， DICP 支持。安全功能基本都有，端口安全 Port Security 802.1X， VLAN 的路由接口的 ACL， 安全 ACL 的数目与 QS 共享，然后 URPF 检查， DOS 防护专用 VLAN PVLAN VLAN 管理器，然后 CPU 硬件速率限制 COPP， 然后这个 COPP 组播的 COPP ACL 标签，端口 ACL， 然后 Storm Control， 这些功能都是有的。虚拟化功能2个， VRF Latio 64个，然后 EVN 扩展32。 OK， 这些最基本的硬件表格参数。 iOS 差异软件就不说了，OK， 这些功能的实施支持刚刚都有说过。这个 RGOS 又提到了一遍，对吧，思科的这个低碳，这些 VSS 的东西，这个 VSS 能够支持到 1.6个 T， Flexible NetFlow。 OK， 再往下的行业标准支持组件软件要求。 OK， 电源说一下吧。电源 4500X 所支持的最大交流功率750瓦，系统功耗呢330瓦或者是400瓦。 OK， 电压交流支持100到240伏，直流，然后
别的跟其他交换机的参数就基本相同，没什么可说的了。无故障工作时间，监管标准。哦，license 的激活，有限保修。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这些也没什么可说的了。OK，关于硬件架构层面或者说硬件本身的系统标号参数，我们就说这么多，好吧？OK，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500E。这个文档呢，截止到2011年1月做的4500E 的一个介绍。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了解一下现在4500E 的整个的一个机框。4500E 的机框呢，目前在售的只有三款，一款是4503E，一款是4507E，一款是4510E，一款是4506E。OK，其中在起源区网当中，大家以后见的最多的4507、4506、4510，我从来没见过。4503呢，很少很少有人去用，见过不多，非常少。OK，为什么4503见的比较少？那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4503本身它的插槽数目只有三个，插槽数目只有三个，然后用一个我们的插槽去插了我们的 SUP， 插了我们的引擎以外，那就只有两个插槽能插我们的线卡了。它的一个性价比远远不如4506。4506也是，哪去了？也是单引擎，也是单引擎。但除了单引擎以外，我有五个插槽可以插我们的线卡。OK。所以它的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回报率，或者说它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采购方案来看，是最吃香的。但是4506E 呢，卖的没有 4507RE 来的好。为什么没有 4507RE 来的好？这个 R 4507有带 R 版本，有不带 R 版本啊。带 R 的版本代表这个4507它可以做 redundancy 的SUP， 它可以做冗余的引擎。OK， 这样的话，作为我的一个小型网络的核心层，或者作为我的一个中大型企业园区网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层来讲，它的一个无故障率会更好一点。4510也有带 R 的，而且呢，本身有十个 slot。但是为什么说我从来没见过呢？因为但凡是原来在做企业园区网的时候，既然舍得花钱买4510R 的话，那你就不如干脆就买6509了，干脆就买6500了，它俩的价格差距可以忽略了。 OK， 然后从性能来讲，4510并没有65系列，不仅是6509吧，6500吧，并没有65系列的性能啊，包括我们原来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啊，来得更好一点。所以一般想买4510的都会买65。OK， OK，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首先，怎么回事？首先啊，看一下4503，45系列的每一个机框都肯定是两个电源的。OK， 肯定是两个电源模块了，这个毫无疑问。而0310这个参数就代表了该机框支持多少个板卡，当然指的是
引擎加线卡一共支持多少啊？那其中4503三个 slot 它能够用一个 SUP 加两个 LAN card， 一个引擎加两个线卡。那这个 SUP 呢，可以选择 SUP2 Plus、 SUP2 Plus TS、 SUP2 Plus 10G、 SUP4、 SUP5、 SUP5 10G、 SUP6 杠 E、 SUP6 L 杠 E、 SUP7 杠 E。OK， 然后哦，两个电源，两个 LAN card， 一个风扇，端口密度，用百兆接口的话可以达到96个接口，用千兆接口的话可以达到108个接口，万兆以太网的话28个，然后尺寸规则4503是 7U 设备。 OK， 列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4506呢，六个 slot 插槽，支持引擎依然是单引擎，依然是 single SUP。 OK， 双电源，五个 LAN card， 一个风扇，端口密度百兆240，千兆240，万兆以太网64个，然后10RU 的这样的一个体积，支持的引擎呢，从 SUP2 Plus 一直到最终的 SUP7 杠 E， 这是最新的，都支持。4507R 带 R 了 ，OK， 那么引擎 redundant 引擎，冗余引擎，这两个冗余引擎注意，不是插在最上面喽。来看一下，4503引擎呢，在这个位置，看到最上面。4506引擎在最上面，下面这个不是啊，下面这是光口的一个 LAN card 的 ，OK。光纤的一个线卡都是在最上面，但是4507R 引擎呢插在中间，OK 啊，插在中间不是最上面喽，上面两个线卡，下面三个线卡，一共五个线卡。 OK， redundant 的 SUP，slot 三 ，slot 四，这两个 slot 槽，然后两个电源，五个线卡，一个风扇，百兆端口密度240口，千兆端口密度240口，万兆以太网64口，11U 的产品，然后引擎全系列。OK， 这是4507R， 是目前反正我做的所有元器网当中卖的最好的，用的最多的。4510R 有点巨人了，11U， 384个百兆，384个千兆，百个万兆，引擎 SUP5、 SUP5 杠 10G、 SUP6、 SUP6L、 SUP7 杠 1。 OK， 早期的就不太支持了。然后它的这个双带 R 嘛，它的这个双引擎，一个是五槽位，一个是六槽位，也是中间两个位置。 OK， 两个电源，一个风扇，八个线卡，上面四个，下面四个。 OK， 4507跟4510我们的这个引擎都是插在中间的，4503跟4506都是插在最上面，这点一定清楚啊，这点一定清楚。很多人做45设备的时候引擎乱插， OK， 插上去之后识别不了啊，没有办法工作的。OK，
那我们来看一下4500E Plus、4500E 加这一代对早期的我们这样的一个4500它的一个升级。它这个是以多少？1234哦，它是以4510，它是以4510为代表的。OK，但是基本上都差不多啊，没什么太大区别。SUP7-E 是我们现在在45上主推的引擎。OK，那 SUP7-E 它能够提供什么呢？在4510这种实槽的这样的一个45的激光上面，slot 1-4 24GB 每槽，slot 7-10。24GB 每槽，上行电路，限速转发。OK，那如果是4507R Plus E 或者4510R Plus E 呢？slot 1-10都是48GB 每槽的一个转发，要比早期的24GB 每槽这样的一个背板带宽。提升了两倍，提升了两倍，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简单的升级，6E 升到七。OK，而且它会标识出来，在早期的4510R 的时候，这几个端口24个 G 的背板带宽，下面只能带一个24个端口，下面这两个只能是6GB。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转发引擎。会成为背板带宽的一个瓶颈。就算我这儿用的是24GB 的这样的一个线卡，但是由于我们的主控引擎 SUP6E 达不到24×8这样的一个背板带宽，所以呢，最后几个槽位、最后几个 slot 达不到24G 的背板带宽，只能提供 6G。OK，到了 7E 到。到了7E 这儿，24GB，所有线卡限速转行没有任何问题。48GB，作为 R Plus 的也没有任何问题。OK，就是背板带宽的一个显著的提升。OK，那在每槽的带宽在10和7这两个版本，就是4510跟4507两个版本。刚刚说过，这是4×2496，再加上这是36118加2442，OK，两个6E 嘛，没错吧？那到了7E 之后，全部24，全部48，然后7槽到24，就是如果都是 24GB 的话，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本身我两个 6E。两个 6LE 都已经可以支持了，而到了7E 这儿，全部48是没有任何问题的。OK，引擎的性能、背板带宽的一个性能的改进，这就是 7E 跟早期 6E 的一个区别。别的倒是没有什么过多需要强调的，就是背板带宽显著上去了。OK，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45系列的这个电源的供应。在45系列，我们就开始要自己选电源了。37系列的时候，电源虽说支持模块化电源，但是它已经给你列出来了哪些交换机支持哪些电源，在哪些 PoE 设备上需要选择哪些这样的一个瓦特数目、功率数目的这个电源，对吧？没得你选，必须按照规定来。但是45系列呢，这种激光式的交换机电源就要自己选了。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45系列的这些电源。首先，这个 PWR-45 的1000AC，它能够提供12安100伏或者5安240伏这样一个供电，它可以适应4503、4506、4507三款设备。这个 PWR-1400AC。
它呢能够提供1400瓦，可以提供16安100伏、7安240伏，对吧？1400瓦嘛，它可以适应4510。OK，这两款都是 data only，只做数据部署的。OK，右边这个 C451400DC。1400瓦 data only，它48伏 DC 15安，一个48伏 DC 12.5安。OK，这三款数据的提供数据的转发的这样的三款电源，这四款呢可以提供 PoE 电源。可以提供 PoE 电源，其中1300AC 1300瓦，16安100伏或者7安240伏，数据部分最高1000瓦，PoE 部分最高800瓦，总值加一块1300瓦，主要不是1000加800啊。如果数据达到1000瓦的话，那 PoE 就只剩300了；如果 PoE 达到800，那数据就只剩500了。OK。单独的上限数据是1000，PoE 是800，但是加一块最高只能是1300。它支持4503、4506、4507。这款1400DC 1400瓦，31安60伏，180安48伏，它呢 PoE 最高7500瓦。这款2800ACF。2800瓦，16安200伏，数据部分最高1400瓦，PoE 最高1400瓦，然后加一块最高2800瓦，这个分得很清楚，一人一半。4200AC 4200瓦，数据部分1400，PoE 3700，加一块最高4200，然后两个的话12安100伏，12安200伏。OK，那这个电源我们怎么算？或者说我们怎么选？哦，还有一个，6000AC 的6000瓦电源，data 加 voice 加语音的供电啊，它呢数据部分2200瓦，PoE 部分4800瓦，总体4200瓦，两个12安120伏，12安200伏。OK，没了吧？没了。OK，那电源模块这么多，怎么选？还记得原来在给大家讲 iOS 比较的时候，我们上过一个网站，叫3w.cisco.com/go/fn，是这个吧？稍等一下啊，我调整一下。OK，这个直接跳转过来了，3w.cisco/go/fn，没错吧？那这个链接呢，回到上一个菜单叫 Tool Index 工具目录当中，有这样一个工具，叫 Cisco 的 Power 计算器，叫 CPC。OK，CPC 也有自己的一个快捷的链接啊，叫什么我老记不清了。我每次都是到 FN 这儿，然后在上级找一下。那么这个 CPC 呢，要想用的话，需要使用思科账号、CCO 账号去登录。我想一下我的账号啊，
这个域名啊，我老记不住，叫 tools.cisco.com/cpc。OK， 我每次都是通过 FN 进来，也一样。进来之后，右边有个计算器的标识，下面就是可以去运行我们的这个 Cisco Power 计算器。然后上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协定，我从来没读过，反正肯定要点 agree。disagree 的话，肯定就不让你用了。OK， 那进来之后，左边第一个标签选择产品，选择产品。OK， 那这里面呢，我们选我们的4500E 吧，选4500E， 然后 next。这个计算器呢，能够方便在我们在售前给客户选择产品的时候去选择电源。例如，我现在用4507R+E 这样的一个机框，右边会有这样的你选择的一个示例图啊。图片刷的可能比较慢。然后引擎，我选最新的这个7E 吧。7E 吧，就选这个吧。OK， redundancy， 选两个引擎。然后输入的这样的一个电压，我们选100-120AC。OK， 接下来会让你选 LAN card 了。你看34两个槽位，它已经帮你插好了 SUP7-E， 对吧？我们的引擎。那么 LAN card 呢？我这里面选我们的所有线卡。注意啊，这些线卡怎么识别？我说过，所有的这些线卡都是 WS-X 开头，4代表45系列， 7代表第7代。OK， 46也是45系列，第6代。45系列第5代，48口还是12口，48口还是40口，还是24口，还是12口，还是6口，对吧？这部分表明接口数目。再后面呢，表明我的接口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 SLP、RJ45、CSFP 还是 GB 接口。OK， 再后面带 PoE 的这个不说了，很明显就是带 PoE 供电的。另外两个注意啊，45V 和普通的不带 V 的这个 RJ45， 带 V 的这款，你看我现在选一个 45V+E， 指的呢也是该线卡是48个 RJ45 的以太网接口加上 PoE 功能。 OK， 带 V 的全部都是 PoE 的。再下一步，那如果你现在本身带的 LAN card 是支持 PoE 功能的，那这个计算器呢就会让你去选择是否去增加 PoE 设备，对吧？ OK， 如果你的本身线卡不带 PoE 功能，那这一步就没有了。是我有 PoE 设备，下一步。 OK， 你不是不知道选择大电源吗？那这个计算器问你，现在既然你有 PoE 设备，那好，那请问你有哪些 PoE 设备？列出来了，上面全部都是思科自己的语音电话，包括 AP。 如果你购买的不是思科的，那下面你是遵从了 802.AF 的 Class 01234 哪个 PoE 供电标准？ OK， 例如像我旁边那个语音的 VP 教室，我们用的7961G， 叫我看796这款，我们用的7961G 这个语音电话，假如说我企业区网当中有12台，7961G-GE 有5台，然后8941有2台，然后1200的 AP 4个，7975 G
九个，菲斯科的带有802.3AF Class 3标准 PoE 设备，多少呢？六个，随便编了几个啊，然后点下一步，看到它会把整个你的供电量算出来。它会把你的整个供电量算出来。OK，最小的一个电源供给，single 的还是冗余的这个四五1300瓦特，数据部分会占有88.43%的供电，PoE 这个79.97%的这样一个占用，然后这样的一个优选，总的电源输出。典型的，OK，然后下面让你去做，下面去给你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或者下面给你做的这样一个推荐，方便你自己去进行我们的这个电源模块的一个选择。OK，下面列得很清楚，选择哪一款的话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选择哪一款的话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OK，所有电源模块不会选的，上这个网站。有 CCU 账号的都能看到，列的还是非常清楚的。OK，我在做这样的一个电源模块选择的时候，我呢也是上那个网站去做，单独的去直接挑电源，我也不太会挑。好吧，这个思科的那个 CPC 还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OK，那么4500的这个电源，在挑的时候注意，它也有两种模式。一个是 redundancy 的模式，一个是我们的一个C 模式，一个是我们的 C 模式。OK，那么这两个模式可以通过命令收 power supply 可以看得到，我的 power supply 需要的是一个还是需要的两个？如果一个的话，另外一个就处于备份，处于冗余状态；如果是两个的话，说明两个同时在工作。OK。4500E 系列平台所支持的供电标准，6.3瓦的、4瓦的、7瓦的、15.4瓦的、30瓦的，OK，全系列都支持最高的这个30瓦。部署我们4500E 上面的 PoE 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支持 PoE 的电源。第二，必须有支持 PoE 供电的线卡，对吧？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必然的。然后如何选择带有 PoE 供电的电源的产品？哦，它列出来了，HTTP 这个 tools.cisco.com/CPC，后面这个不加也行，也能上得去。OK，另外单独对 SUP7-E 这个新一代引擎的介绍。OK，那 SUP7-E 引擎第一个特点双核，第一点双核，第二点缺省2GB 的内存，然后 USB 接口支持，SD 卡支持，四个上连链路，四个 uplink，支持 Cisco TrustSec，ISSU 小于10毫秒。支持我们的 flexible 的 NetFlow，然后848G 的这样的一个交换容量是848个 G，所以呢，如果你用两块的话，可以达到所有接口全部都是24个 G 的一个转发嘛，对吧？自己算一下，乘一下就出来了。然后支持 iOS XE 软件，这是7E 的几个典型特点。OK，NetFlow 这个技术我们怎么说呢？你要讲 NetFlow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再说吧，不把它放在我们的设备里去说了，因为这两个 NetFlow 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哦，ISSU 在我们的高可密性里再说。
也不说了，双核 CPU 啊，先聊一点 show process CPU， 它会看到两个，一个 core 零，一个 core 一，两个核心 ，OK， 然后单独列出来 core 零它的一个使用 ，core 一它的一个使用率，单独列出来，这是早期所没有的。然后他说，每一个核心呢，应该都是一个 1.5G 赫兹的 CPU。这个我实际也没有测试过，也没有看到过。他说是1.5G 赫兹，我们就姑且认为是这样吧。然后 2G 的一个缺省的 ROM 内存，最高可以升级到4个G。这是一个 SUP7。再有 USB 接口。最大支持 4G 的 U 盘，最大支持 4G 的 U 盘，传输速度12兆，12兆是 USB 2.0 标准吧，还是1.1啊？我不太清楚啊，这是 USB 2.0还是1.1标准？传输速度12兆。再有 SD 支持 SD 卡的一个数据的传输速率在10兆到20兆之间。然后支持最大的 SD 卡是2个G 的，OK，然后会被我设备插上之后会被我是设备识别成为 disk 零，可以通过 dir disk 零去查看我的 SD 卡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所存放的文件、存放的目录。哦，另外4个10GB 接口的 uplink 上连接口，然后呢？也可以做成1个G 的，4个1个G 的，或者呢2个10G，2个1G，或者是10G1G，10G1G这两种。OK，这是上联接口的四种组合。这个也一样，就是如果在我使用这种，他没说啊。他们说应该用的也是 Cisco 的那个 Twin 即可，应该也是这种模块，它可以做到 10GB 接口的一个，让我看啊，SUP7E Uplinks can either operate in 10G or 1G mode. All mode are non-blocking. Different port speed can be used on the same or cross SUP.Speed Cyclist 动态的 Based SPF Single 跟刚刚的没有区别吗？哦，明白了，它指的是用两个 SUP7 的一个组合，刚刚是一个的。刚刚这是用一个引擎，一个 SUP7，我可以做如下组合。那两个呢？OK，我可以在第一个 SUP 引擎上用两个 10GB 端口，第二个用两个，或者第一个用两个 1G，第二个用两个，第一个用两个 10G，第二个用两个 1G，第一个用一个 10G 一个 1G，第二个也用一个 10G 一个 1G，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是 inactive，不能用了。OK，所以说上联链路不管是单引擎还是双引擎，最高就是40个G。不能说插两块引擎，然后我八个端口、八个 admin 接口全部插满，变成80个G，这个不支持。OK，上联最高40个G 啊。SUP7E 和 6E 和 6LE 的一个对比，SUP7E 呢背板带宽848个G，SUP6E 320个G，6LE 280，OK，一步一步升上来的。然后我们的包转发效率250兆包每秒，250兆包每秒，225兆包每秒，其中6E 跟7E 一样了，IPv6 各自是一半。OK，带宽，每槽带宽可以支持到48×7槽或者48×10槽，这边24，24，但是不能直接乘以七，不能直接乘以十。会有最后几个接口变成6G 的，哎，变成8G 的还是6G 的，对吧？速率会降低，然后核心两个，不是
核心两核的 1.5 吉赫兹，它是单核的 1.3G，这是单核1G。然后我们的 SSO 没什么太大区别，依然是50毫秒级的收敛。我们的包的 buffer 提高了一倍，提高了一倍，内存2个G 是原来的4倍，最高4个G 是原来的4倍，然后我们的 flash 1个G 是原来的8倍。OK，端口数目最高支持384个，4个G，跟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然后我的10G 端口最高支持96个，比原来多了一些。四个端口，我们做那个 Uplink，跟原来还是一样，都是四个。OK，单波的 MAC 地址表的条目数没有变化。我们的主播 MAC 条目数没有变化，VLAN 数目没有变化，虚拟端口实例没有变化，然后我们的 Ether Channel 数目没有任何变化。三层转发路由条目数没有变化，VRF 条目数没有变化，然后我开始支持 NetFlow，原来是不支持的。OK，这是7亿跟6亿的一个对比。再有。ACL 策略、QoS 队列都没有任何变化。Span 二层的主播条目以及我们的多播的这样的一个转发效率也没有任何提升，保持一致的水平。OK，iOS 差异在 SUP 7亿当中三个版本：LAN Base、IP Base 和 Enterprise Service 企业服务。其中 LAN Base 二层功能，IP Base 在使用我们的 License 的情况下，可以包括所有的 LAN Base 的功能的基础上和部分的三层功能，而企业服务可以。在授权的基础之上，添加 license 之后，完成整个的三层协议，所有的高级功能以及路由的可扩展性，像 BAP 啊、ISS 啊、虚拟路由转发呀、策略路由啊，就都支持了。哦，这儿有一个完整列表。哇，这个图它怎么截的呀？截的不清不楚的。LAN base 啊。支持的 feature，IP base 支持的 feature，然后企业服务支持的 feature。OK，看到像 VRF 啊、PBR 啊、OSPF 啊、EIGRP 啊、BGP 啊这些我们最常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企业级服务才有。在 IP base 当中用到的也就是 QNQ、SLA，还是一个 responder 对吧？还不能是我们的一个发起者，然后。状态化的 switchover，HTTP、GLP、PP、VRP，OK，动态路由一律没有。然后 LAN base 呢，就基本全部都是二层功能了，802.1x 啊，我们的 smart 端口啊，PACL 啊，VCL 啊，PoE 啊，等等等等。OK，最后线卡和模块。线卡跟模块呢，它这上可能列的比较粗。4500E 线卡和模块，相对于早期的4500线卡和模块，四代表4500系列嘛，七代表第七代，六代表第六代，48口、12口、48口、48口、6口、24口、12口，RJ45带 V 的，SFP 的，RJ45带 V 的。RJ45，RJ45，OK，应该都看得懂吧？我就不一个一个解释了啊。OK，然后早期的45系列，看到这个带 V 的 PoE，这个加 E 的指的是12个10GB 端口 SLP，然后这个 V 的带 PoE 的，这个 V 的带 PoE 的。OK，这个不带 V 的呢就没有 PoE 了，好吧？
LAN card 的插槽，背板带宽的提升，交换矩阵。在早期的4500的交换矩阵呢，每一个 LAN card 我们只能够提供这样一 G 的一个带宽，而现在呢，E 系列的我们可以提供3G 的一个背板带宽。OK，性能的一个提升，依然是由于我 SUP 7引擎的问题和机框增强的引擎的问题，所以导致我现在的一个背板带宽的一个增加。OK，这是最新出的，在早期所没有的这个4748口 RJ45 V 加 E 的千兆 PoE 的加 LC 的。OK，48口的千兆 PoE，然后支持30瓦的 PoE Plus，而且是全48口支持哦。它和7E 去做部署，所有的 E 的机框和 E 加的机框都能用。OK，然后每个端口的供电，它的一个报告。背板带宽的一个增加6个 GB，这是4748跟4648的一个对比的比较。第七代4748千兆48口，千兆48口一样，PoE 全口支持，早期是支持一半，然后30瓦的 PoE Plus，不是这个802.1AE 啊，加密，端口加密，它支持了，早期不支持。然后背板带宽呢，48个 G 是原来的2倍。SFP 12个 10 GB 的线卡端口，别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线卡跟原来早期的其实区别不大，背板带宽的交换矩阵达到12个 G，跟早期的没什么太大区别。无非是有一个速率的自适应。OK，其余的线卡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OK，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每个机框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线卡的编号，来看一下啊，这个41XX、45XX系列线卡，6G 每槽。可以用在4503E 跟4506E 上，再混合使用7E 的引擎。24B 每槽呢，可以使用46XX的线卡。48GB 每槽可以使用47XX系列线卡。4503、4506这两个机框配合 SUP 7E 的引擎，可以使用 6G、24G、48G 线卡，使用哪种？然后4507。4510配合着 SUP7E 用 6G 每槽的这样的一个线卡的话，使用 41XX、45XX 系列，24B 每槽 46XX，24GB 每槽 4748RJ45V 加 E，只能用这个，别的用不了。4507R 加 E、4510R 加 E 配合着 SUP7E 引擎的话，6GB 依然是 41XX、45XX。24GB 依然是46XX，48GB 每槽只能用这样的一个47XX的线卡，而且是所有的47XX的 LC 都可以被支持。OK，列的还是很清楚的，列的还是很清楚的。这样的每个机框，我们的机框的槽位的这样一个分配，哪些槽位插引擎，哪些槽位插线卡。OK，这张幻灯片啊，这个 PDF 到此为止，接下来就没有什么过多可说的东西了。OK，45系列我们一带而过，一带而过。我们交换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结构的重点，我们放在65上面去说，好吧？因为不管是线卡的问题还是引擎的问题，只不过说45的编号跟65的编号不太一样，但是整个的一个
架构，或者说整个的我们的一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掌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65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起源去往的一个龙头。OK，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明天我们讲思科的65系列交换机啊，好吧？